先别急着拿枪，等一下前面破炮清掉应该就有了。先把他桥上的人狙掉。哎，你人怎么不见？我靠腰！我要赶快走，这破炮知道我在哪。聪明哦，要两个人散开，反正他就只会抓一边嘛。破炮在这啊！哇操，去你的！是，这个黑人叫我救他。他任务结束了，我跟你去接你的任务。就接你的，因为你任务比我强。这里前，我现在是反手就对了。欸，你看有没有枪可以捡？欸，你用破炮，你用破炮，破炮。一样好像在桥那边，看一下标记，你看得到吗？望远镜标，你来打。放我们在墙边，我守住这个桥就好。好，在游泳那个吗？好，那敲的我来做。你那个打大范围的比较好。河那边有。望远镜好用，不然你看不到。漏网之鱼的话，我就来打。有在游泳的还吗？阿信，去完蛋。只是你那个一炸有没有？我的准心一直晃。啊！比上一代变态。这飞机真是自己还假的，差不多了，是要撤退了。等一下，直升机降落了，走吧，回家了。欸，这一代子弹有抛物线。对啊，黑人，我想黑人比较不容易看到，这没什么用就是。会打到自己人，然后这一代还会打到自己人。回到家任务就结束了。They really think they're saving us, saving us. Locked up in a shithole. 哎，等一下你也先解那个有飞机的任务。Fucking cowards swarmed me. They said they were saving me. Told me to put my trust in the Father. Who the fuck's the Father anyway? They should have put a bullet in my head. I was pissed off. Now I'm fucking furious.
总共应该有奖励吗？会有奖励吗？这样。没了没了，我任务这个任务结束了。我看一下，应该是完成，应该是完成的。为什么还有飞？好，开直升机，走吧。看一下地图啊，有点不知道我在哪。这边有飞机场。